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 Paxos 美股社群的 Will。 明天呢，我们将会有 CPI 数字的公布，今天的大盘开盘的时候跳空低开，而且反弹无力，盘中的时候美国政府又跳出来警告说明天的 CPI 数字会特别特别的差，所以在接近收盘的时候大家都把手中的股票卖出去，不想拿股票过夜。其实呢，明天市场对 CPI 的反应我们是没有办法猜测的，但是明天公布的数据将会为下一次 Fed 的加息会议定下基调。那我们先看大盘 QQQ。 在周末的时候，我给社区里面提供的交易计划和每周的推荐信里面，这两个不同的服务渠道里我都给出了点位。我是这样写的， QQQ它跌破了351的关键支撑位，本周收于所有移动主要移动平均线的下方。到现在这个时候，相当数量的在上一波反弹的涨势中买入的投资者可能已经出局，或者他已经被套牢，因为他已经是低于那个 Anchor VWAP 这个数据这一条线，低于这条线呢表示说大部分人都已经被套牢了。如果 QQQ 跌破 348.5， 抛售可能会加速，并且很快将其推下342。那今天 QQQ 收盘是收在341左右，基本上就是在那一个区间里。那现在呢， QQQ 连续两天收盘都在所有的均线之下，如果明天市场对 CPI 数据的反应是负面的，那我们重新回到35318这个地方也不是没有可能，大家要谨慎。 SPY 今天除了工业板块 XLI 是小涨之外，其他所有板块都跌了，其中能源板块 XLE 因为内地疫情封城的原因而回调，今天收盘的时候也是所有的均线都破了。435附近呢是一个比较弱的支撑，然后如果这个破了，下面就是428。那具体怎么样走呢，还要看明天市场对 CPI 的反应。 IWM 很显然，这里大家看到我画的趋势线，它已经是破了趋势线之后尝试修复但无能为力，收盘还是连续两天收在趋势线的下面。那至于支撑，下面要到大概192194，下面是能看到188左右，所以拿着中小盘股的要小心。我在推荐信里面写的IWM 呢是利率上涨重创小盘股，因为小盘股缺乏现金，然后他们现在进行的成本更高了，如果跌破 196.6 可以很快看到192跟19188。个股方面， Tesla 今天一下子打穿了两个支撑点，上海工厂关闭带来的影响很大，今天的走势极为 bearish。在944之前，其实 Tesla 也在我们本周操作的计划里面，那同时也是在社群和推荐信里面有，但是我们的触发是1021，然后做空到1001这个支撑点，但是然后把1001这点也击破了，我们今天是没有操作 Tesla 的。但实际上如果你回到，如果你看15分钟图，它真正的开始抛售的也是在得到一个小时左右，如果你之前做空的话，在这一段你的 put 期权或者你直接做空正股的话也赚不了多少钱。 AMD 也是一个同时在我们社群交易计划里面和推荐信里的股票，说明一下，我们的美股社群跟推荐信是完全分开的，我们的人他是每周日和周三发出，他也没有任何的咨询或者一对一帮助的这样的服务，就单纯是推荐信。 AMD 它我们的计划呢是破了99和100的区间里面做空，今天半天 AMD 就跌到90附近了。好处呢是大家盈利的时间短了好多，坏处呢就是我短时间内又要重新做新的交易计划。AMD 如果比较明显的支撑，既然我们说到 AMD， 那我们也顺便讲一下 NVIDIA。 NVIDIA 它基本上就是跳空低开直接破小支撑可能性很大。 OK， 今天就这样，欢迎订阅我的 newsletter 或者加入我们的美股社群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分析请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亲朋好友，拜拜。